哥，你眼镜多少度？哥的眼镜你要喝什么吗？又唱的是。没有度数。三、二、一，开始直播了，朋友们。一开始就是涂防晒霜，防晒霜。我就特别不愿意涂，因为防晒霜黏啊，它在脸上，汗一流，旁边人都在摇头啊，汗一流，哎呦，那个液体就又黏又热啊，哎，不知不觉比了一个心啊，就是生活中。我就开始在淘宝上寻找面罩，了解我的朋友们可能就看到过一张自拍啊。那段时间我对自己就特满意，我就觉得我真是一个天才，终于找到了一款可以又防晒又对我这种不愿意涂防晒霜的人的一种就是解决方法，我就开心的不行，开心到不行。就那个脸基尼，哎，不算脸基尼，就是。这儿有一个缝儿，就只有这儿有一个缝儿，然后这里鼻子好像有两个孔吧？有没有孔啊？没有孔，没有孔，反正就是啊，就是这个，看得清吗？我就觉得完美，然后我再戴上一个墨镜，除了让别人觉得我是神经病之外，它真的防晒的效果很好。但是后来就考虑到公共安全问题，我就把它给雪藏了，因为我觉得影响市容不太好，就把它给收起来了。哥，你怎么只有上半身？因为我脸长在上半身的上面，如果我脸长在脚上，我就每天把脚放在镜头前。哇，干嘛呀？现在公园不是禁止采花吗？鼠哥，介绍一下吧。哦，这是我高中同学陆小北，也是他的前男同桌。你好，幽默。喂喂，我不是故意的。你有喜欢的人吗？我现在说不好，因为我分不清爱情和友情的区别。朋友可以分享，但恋人不行。友情意味着两个人和世界，爱情意味着两个人就是世界。比如此时此刻。师哥，谢谢你啊！谢谢你。我现在好像明白了什么是喜欢。哎，你去哪儿啊？去找我喜欢的人啊。不是。这音频吗？声音是 OK 的，就是唱歌，你就声音出来有点。现在呢？现在我的声音怎么样？就唱歌的声音出来特别像，就是喂，电台主播。对，他本因为来就我是是，他，嘿，他本来就是。电台女主播。我声音怎么样？现在应该可以了吧？声音 OK 的，不是我这儿听，他们听得见。三叔有点小，你才小，他们说的，他们说的，他们。
胡怎么这么白啊？这是真实的肤色。刘畅，你声音太轻了。哎，你不要连我都听不到你的声音啊。嗯，好的。我说就是表情包产出太多了，所以想那个挽回一下形象。嗯，挽回一下形象是吗？对对对对。我去看一下微博。人类一败涂地，刘畅一败涂地。是我吗？我不是人类。你是什么？废物。他可能不是人，但我们是真的狗。笑话逗得大家频频大笑，然后我就特别开心。啊、哦！我也做过一个梦。喂。嗯。这个梦是这样的，我梦到我回到了那个我的经纪人。快点啥？我们同归于尽！哎，待不下去。那你在开始玩了是吧？对。我看行不行啊？确实，看到你。哦，等一下，这样吧。哎，为什么？好的，啊、这样。不行，百万什么？百万粉丝、不行，大下我做不到的。我哇，谢谢会写歌的。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好比例送的礼花。窗口。给我下来，哎，差不多。嗯，你在人类败土地里面吗？我在等三叔啊，我在要拉他呀。啊，你还没进这个是吗？哎，真不好弄。嗯，是。真不好。谢谢，嘿，你好，这里下划线阿桶送出的十包辣条，这不行吗？拽不下去啊，这什么情况？这个在什么地方？哦，啊，谢谢我是路出南鸭送的辣条。哎呀，我再来没有啊。好难。谢谢，就是啊，一姐没修送的辣条。有想开吗？不是，我是连显示都是不匹配的。声音很小吗？我这儿听我自己声音 OK 啊，我这儿听我自己声音 OK 啊，我这儿我咋自己也一块下去了？声音很小吗？再一次，好像是有点小啊，好像是有点小。我好像在那边没声音了，能听到我声音吗？可以，可以，完全可以。走你！不是，我不是说你们，我把好声音开，开到清楚。谢谢长白落雪麒麟深陷送的白金手表。大家脾气都是不一样的。来来，语音的麦克风。喂。喂，不行，这边喂，为什么声音小？想通了。喂，对，应该下去。哦，哎，唱歌你掉下去了。喂，哇，谢谢南哥送出了好的东西。哎，行吧，那等一会儿再说。喂，来揍一下这个狗崽子。来决斗吧。买什么？你说我不知道吗？啊，决斗吧。麻痹。哇！喂啊哇！看起来挺疼的样子。喂哇啊！不行，喂，起，你跟我走。喂，能听到吗？起，哎，喂，喂，过来，别我不，喂，我的耳机音量最大了。放开啊！哎，你叫我耳先不要闹，我这边啥也听见。啊，你不，喂，不要闹，喂。喂，你看一下直播 ，CBS 不在这儿，麦克风，喂，次数太低了，哪个次数？我音声开最大了，喂。喂，别听清了，现在能听清了。好了吗？说。哎呦，我不知道发生什么，我只是把耳机拿了下来，又重新戴了回去。
这世界上其实只有我一个人，是吧？我拉你啦！等一下，我调一下分辨率吧。嗯，好。124768。这画面还是不对啊。音频启用，关闭。我现在应该可以。好，你试试。你放开，你放开。OK。你看看哈，音频启用。应该可以，这样子可以。我看看。我记得马上。等一下。你看你说话，我听一下。喂，可以了。可以了吗？应该是可以的吧。好的，那我拉你了。你拉吧，拉我拉我。拉拉。你拉我。我拉了。我拉了一个你。谢谢你拉我。好，进来了。等一下，这图片。这图片。这图我拉过去的。快过来帮。这样好看。哎，这样就好看的。哎。走走走走。可以了吧。我是不是在已经在玩了？已经，先放开，推推推，啊，你推一下，推，推一下。哦，刘畅，我的屏幕变成灰色了，是死机了吗？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进来了。好的，动了吗？动了，动了，动了。早三叔，我们去逛逛。哎，你的刘畅，你的衣服呢？我穿着呢。你是白的呀？啊啊！你可能还没加载完，我是现在全白。这样吧，那个刘畅，你把手往天上举。哦，这你是吧？你现在抓到我耳屁股是吧？对，我在你面前。哎，你们这样我分不清楚谁是谁的。我是这个。就是我站着呢。有了两只手，嗯啊，哎，来吧，我们可以开始战斗了。可不是一般的卡，哎，太重了，我拉不上去。对不起，对不起，可不是一般的卡，哎，太重了，我拉不上去。对不起，对不起。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头，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口味的生活。加一颗奶酒，我搅拌害羞，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你的爱太多，像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只想一